代表团呢、啊，第一次在布里克，因为各位未表，于是各位选手机缘都很忠诚合作，在城里面各方面都得到好评。我们也参加这个运动会啊，第二目的就是一方面在观摩运动的意识，一方面是参加国家的体育会议，去确保我们的会址。我向各位报告的就是我们这一次在运动方面的行程。我们已经参加了19的运动，有40个项目。我们的成绩不能计在上，有发达的国家上层，可是我们比以往的成绩啊，都已经好得多了。大概我可以向各位报告的，这场游泳。游泳我们有三个参加，其中女选手徐又云，男选手徐东雄，他们有一项破全国纪录的。第二呢就是射击舞蹈员有一个人参加，可是他有三项的破全国纪录。第三项是田径啊，我们有7个选手参加，其中以李秀达个人成绩比较好，他有800公尺从1500公尺突破，他呢成绩再有进步。其余柔道方面，我们有4个人参加，都能获得正绩，可是啊，在复赛的时候都败下来了，只有郑基强啊。吃不到决赛，可是他从韩国的名手比赛啊，他这个叫韩敬杰，这个是韩国的很好的名手啊，是他也把他打败了。有些方面呢，我们只有一位许明发一个人参加，他在争先赛里边呢得了复赛，不是先赛，不能先回。拳击方面，吴志勇啊，也是一个人参加，曾经啊打败了伊朗的选手，也是有复赛。其他这里举重、完全射箭这种比赛啊，成绩啊虽然不予理想，但是各位选手呢已经尽他最大的努力了。我们进步是很慢、很快，成绩这么有系统的进步。很多国家，尤其是游泳，他们这个拿金牌的啊，是30岁的女孩子啊，所以我们呢、啊，应该从小我们有计划的训练。我们位置到今天有发生问题啊，原因固然很多，但是啊，整体方面来说。就是很缺乏与国际方面、国体育组织的密切的联系。